第25题，科学家将第108号元素命名为 Hs，中文名称为黑。由此可知，此元素的序数下列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黑是金字边，所以它表示它是金属元素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黑呢，在这个位置，它上面是铬，它们在同一个直行直栏，表示它们是属于同一族，也就是它们化学性质相似。所以呢，选项 B 说化学性质相似于铬也是对的。选项 C，原子核内有108个中子，它是第108号元素，表示它的原子序是108，也就是质子数是108，不是中子数是108，所以选项 C 呢是错的。选项 D 具有导电性，我们是金属元素，金属元素有导电性，所以选项 D 呢是对的。因此，第26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原子核内有108个中子。